为这是很有高级感的，有的 T 恤，高级感，对，高级的感觉。然后它的袖子是做这种有盖手肘的，然后旁边是做这种小开叉的，就是它保持它有点小高级的感觉，那种气质感的。的 T 恤，对，然后它有三个颜色，我觉得三个个性都不太一样，对，对，这个话就是比较清新一点，清新一点，对，现在可以，这个就很高，OK， 差不多，然后这就是比较个性一点，嗯，个性一点，然后因为它是配黑绿色，对，配绿色，因为黑色很好看的，嗯，然后配紫色，紫色很好看，就这件全部都可以搭，对，而且只有白跟紫是配水蓝色的字，对，这两个颜色字是一样的颜色，对，很穿灰色的，灰色是有点花灰色，对。然后它是配绿色的字，比较活泼一点。今年就是比较有这种配色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它袖反折应该也会蛮有精神的，因为它袖子偏长。对，可以反折起来。对，我觉得可以反折，然后你搭个牛仔裤也会很好看。嗯，我觉得反折很有精神，很好看。因为我觉得它的强度是，我穿长裤也是蛮适合的。嗯嗯。对，我这样盖屁股，如果你不穿短裤，如果再穿短裤的话，就会可以像球球这样子，就很好看。可以搭个马裤，对，也可以。然后你袖子折起来就更有精神。这边有个小开叉。紫色也很可爱，它还是跟紫色的那个字体的颜色是一样的，对，蓝色的。然后材质也是很舒服的材质，嗯，然后粘的，韩货，对，韩货。